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常飞，一人一车，自驾全国，从2021年2月10日出发，经过厦门，一直到拉萨，差不多1000多天，25000公里。我们下一站，不知道去哪里，有没有给我们出一个行程或者是攻略？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现在来打个卡，欢迎你的加入，大家关注。兄弟们，带你们看一下我停车最好的一次是多好，哇，看一下啊，牛逼 class 啊，这都已经怼在上面了，再往前一点点就碰坏了，太牛逼了，我都服了我自己了，真的，我都服了我自己了。去那个什么青年骑行联盟领一个奖杯，你先暂停一会儿吧，太流畅，哎，服了。这里，张飞的飞，常飞哥哥。几月几号出发的？再加一个，再加。说嘛。常飞哥哥，再加一个字。我是2021年2月14号。2021年，哇，是2月14号是吧？3年多，几万公里了？不知道啊。大概，你看从厦门到这里有多远？福建厦门。所以厦门到这儿，你导航一下看看多远，啊？大概来来去去的应该有，导航就是来来去去的走应该有2万多公里。来来去都走2万多公里啊！对，你可以算到25000差不多，应该是。如果你要是放那儿，要是搭个直上去，25000公里啊，这长沙嘛是吧？长沙过来是吧？厦门。厦门对。厦门，然后。这个，这是干啥的？我指甲这个不一样啊，这是。什么东西都搞成搞那样？哦，这不是气错了？气错了。2月21号。2021年。嗯。2月14号。14号。2月14号啊。对。哦，1000多天肯定要打出去，厦门啊。厦门到哪下？厦门到经过哪里？从厦门经过，就是跟你说大一点吧。嗯，就是说省份吧，你这个应该跑好多省了，对。省份的话就是厦门是福建嘛，福建到江西，江西到湖南，湖南到江西，对。湖南，因为你跑的地方肯定是太多了，估计写不下。然后，湖南过来是贵州嘛，州是吧？贵州过来是云南嘛，云南过来就是。西藏，然后西藏走的318嘛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就318川藏线嘛。云南就是到那个，我看一下啊，从这个地方是不是从云南的昆明过来的？芒康，从到芒康嘛。对，德钦那边过来。德钦就是正式就进藏嘛，对。哎，好，这么详细了。你这个跑了这么长时间，走了很多地方呢，就走得慢嘛。怎么到拉萨了？20几号到的。到拉萨，我到拉萨已经有大概5天了。5天了是吧？今天29号。你24号到的是吧？差不多。好的。一路直播的吗？对，一路直播。这个奖牌、奖杯、这个奖牌是咋做的？这个。大奖牌的话。可以把你的车牌号写在上面去啊，然后的话还可以刻上你的一句话，刻上面啊。多少钱？大奖牌30，这是一个纯公益的活动。能打多少字？可以打不太多吧，10来个吧。去那个住宿的地方吗？哎呦，我是开的车，我就坐在车长车的，长车。在哪露营啊？在哪边？在滨河公园嘛。哦，就在那个对面下面。对，1288天，哇，1288天，两三年了嘛。
抖音网红，哎呀，开直播吗？抖音粉丝不多，我做的不怎么好。嗯，我看看打一个啥，打一个啥字呢？全部都给你调好，好吗？啊。杰哥，哎，我打一个空白的，你去贴一下啊。奖牌啊，我属实我这个、哦、这个呀 啊这个是给我的。嗯，这个给你拍这个啊，挺特别。就我还没想好打个啥，开始了。官方的奖牌这是免费的啊。哦，这个是免费的。对，然后咱们那个，自费的那个的话，是所有的盈利的全部转化成这个免费奖牌和证书，又送给后面的车友啊。啊、哦。全程的活动，好吧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嗯，对。这边那个键盘下面有个黄色的灯，按下去开灯了啊！对，能能，键盘往前推一下，对，往前推一点，对，对对对，这个对。你几点出发？下午，下午。啊，这是免费的奖牌啊！这个是塑料的是吗？不是塑料的，是合金的，合金的，合金的啊。那三号是吧？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材质，对，啊，合金的。哎，这个也行啊。对。这个背面写啥呢？那个背面是那个有个标，有个标啊。来，我给你贴。啊，背面有个啊，有个标是吧？自驾的贴。啊，这样的。自驾的贴。啊，自驾的。那边你是自驾的。因为自驾的来这里比较少嘛。啊啊。我们都是现贴的，就会贴很多啊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对。这边来的魔女的比较多是吧？对，魔女跟骑行的比较多啊。哎，这个帅啊！对，现场定制啊。来，那个画一下血糖是吧？来哥，你看那个，你给我写个什么？我看看，我来那个合计一下，刻个啥？可以写一句话啊。想一下，没事。哎，这个有点突然。这儿来，对啊，你的座右铭啊，或者你想说的话呀，代表你的心声啊。哦，这里有啊。嗯，对。哦，这里有啊。嗯。写啥？你自己想。其他地方有贴吗？我到旁边去，不打扰你工作呀。旁边慢慢选，慢慢看一下。现在要刻。这么快？啊，现在就给你刻了。哎。太快了，有点。现在直播多少人在线？这个没多少。现在直播吗？嗯。这个是其他的，这个它不显示人数，它只显示那个热力指数。是啊，我先等一下看啊。好，谢谢啊，这就可以了是吧？你那个奖牌要刻字啊？你不是有个30的奖牌吗？嗯，我再想一下，我先想一下，你先忙，出来玩一会儿先。找个地方坐一下，哎呀。找个地方坐一下。哎呦，兄弟们，这个快啊！哎，终于弄好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历时1288天，风雨兼程，厦门到拉萨。这个银的铜的就不要了，这个感觉也挺好啊。嗯，好，现在就出发吧，去买点菜，刚好旁边有一个菜市场，嗯，就准备出发了。